Welcome, everybody. My name is Barak Kushner. I'm a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t's a real pleasure to be asked to sit in 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Wu Ming-Yi about his work in general, but also about many other issues that I hope we will have time for as well. He told me that he was a young man. 在二次大战1943年到1945年之间，他们到日本去替日本制造当时世界飞得最快的战斗机。而接着我知道我父亲是其中的一员，并且他有很多同僚在美军的轰炸，在战争的末期中，死在异乡。这件事情更让我震惊。这张照片很可能是我父亲赴日的时候在相馆拍下的照片。 但是我的母亲并不认得这时候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光没有任何人认得，所以我必须要写小说记忆他。这张照片也是这本小说的缘由，原因就是因为这几位我并不认得的人站在我家的鞋店门口，他们坐在一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脚踏车上面。 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如果我要写这本小说，我第一个要了解台湾的脚踏车史。我找到很多收藏台湾老脚踏车的达人，然后跟他们学习怎么辨识这些脚踏车。那我开始着迷于，原来曾经有一个时代，台湾的美学是这样子。这是我收藏的一些脚踏车，我家的屋顶渐渐变成一家脚踏车店。<笑> 我也收藏台湾的老照片里面，只要有脚踏车的照片，我都会收藏它。原因是这些照片里面有很多线索，让我重新认识台湾的历史。日本殖民的记忆并不是美好的，不过它确实影响了台湾的工艺、庶民生活跟美学观。接着我又在一系列的书籍里面读到，原来脚踏车跟战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二次大战战史里面读到，当时日军跟中国部队在南亚的战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战场就是缅甸。在一场战争里面，他们俘虏了一些缅甸军的大象，在击败日军之后，为了把这个象征胜利的战利品运回中国，所以这几头大象走过了刚刚各位看到的那条不可思议的道路，最后有三头来到台湾。 其中一头最不可思议的大象，到了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动物园圆山动物园，活了下来，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大象。这头大象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不只是因为它的长寿，还因为它到60几岁的时候都还在狂暴期里面，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大象只有在发情的时候会进入了一个生理状态，因为大象的记忆非常的久，所以。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认为他忘不了那场战争。这就是这本小说，它融合了台湾的自然史、战争史，还有我自己的家族记忆。Some of the history that you're bringing out is not a history that people have wanted to remember. Your father's history about being essentially a child factory soldier for the Japanese Empire, while it was prestigious during the Empire. After 1945, it's quite embarrassing. Can you talk to us about how you yourself have thought about that, come to terms with that, and how that comes out in your literature?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台湾，我这一代的台湾教育里面，对台湾的历史接近一无所知。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才开始一连串的自主阅读。
我才理解，渐渐的理解台湾所经历过的历史。因此在我写《睡眠航线》这本小说的时候，我等于是在跟我沉默的父亲和解，因为一辈子以来他的认同就是日本人。可是在我的教育过程中，我被教育必须成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台湾认同，我的身份认同，不是打从出生开始的，它很像是从像脚踏车这样的一个小事情、小回忆，慢慢我重拾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感情。我父亲每次出门的时候，他虽然是一个穷人，可是他一定要戴帽子，换上他的皮鞋，这样子才配得上他那辆脚踏车。我妈妈小时候会骂我父亲说给姐日本行俗款，脚踏车在我的家庭里面既是认同的问题，我母亲的认同跟我父亲的认同不一样的，他也是个阶级的问题。有了脚踏车之后，我父亲觉得他的事业开始有一点点成功。我认为这在亚洲的各个国家或者在全世界里面都是很罕见的，形成了一种脚踏车的文化状态。所以当我决定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越研究脚踏车，我就越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对的题材。在这本小说写完之后，我骑着其中我收集来的一辆古董脚踏车，在台湾的各地小书店做演讲。You are this focused on detail, and how do you craft your story and say, "I'm finished"? Okay. 在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庄子》里面啊，这很难翻译。《庄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意思是用有限的生命去追随一个无限的世界，你一定会累死。所以对我来说，我设定的暂时的停止的时间，都会是书出版的那边。我的小说写完了，可是这些东西继续跟随着我的人生，它不再是我写作的一个压力而已，它是我享受人生里面的一个美丽片段。